只要你追求我就天空。真的很想说，每一秒我害羞，一点点心动，有好多醉咸咸的感动不用预购、哦哦哦哦、你一定给我最潮气的温柔，融化我的心窝。你是头脑天使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，像巧克力的诱惑，每一代表一个步骤、哦哦哦哦、你是头脑天使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，默契好的没话说、哦哦、只要你追求我就天空。是头脑天使没错，你最爱我没错，默契好的没话说，只要你追求我就点头。通通有哟、欸！你两个咩？你两个老？我不是剧团的哦。哎呦，我啥港星呢？哎，要不要再整队？香港港星，港星，看 ，Give me five， 就是五个人啊。对，对对对，哪一位是团长？我队长。对队长，队长，队长是因为年纪最大吗？没有，其实也是，因为我还有七岁，然后这些妹妹们都十三、十四岁左右。啊，十三岁是哪一位？十三，两位，十三岁，十三的国小，哎，不是，没有国中一年，国中一年级，但是感觉好像训练很久了，对，哇，那个舞步很成熟了，都自我介绍一下。那他的第一位从这里开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佑真，今年十三岁，哇，不得了，哎呀，哇，丁酱，你咋说呢？啊？粉丝哦，哎，阿妈，有粉丝了，好，那下一位，第二位。碰哥好，顺哥好，可丽姐好，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叫张思源，你希望大家会喜欢我，今年十五岁，十五岁，十三、十五、十七，哎呦呀，好年轻，那十七的队长要不要再讲一下？大家晚安，大家好，我是 Give Me Five 队长张嘉瑜，今年十七岁，来自嘉义。谢谢大家。所以嘉义这个地方蛮特殊的，有好看的，也有好笑的。下一位，大家好，我是张雨静，今年十三岁，来自台南。天哪，今天把这三位，他这么优秀，今天跟他高抓人哎，听不懂。看不，就是美若天仙，很像古代的美女了似的。来，几岁？叫什么名字？大家好，我是徐子云，今年十四岁，来自台北。我是有声上粗啊！听不？听乌啊！如果听不，就怕听乌。所以你们平常会吵架吗？不会，不会，不太会。我们很好。
挺好。苗可丽如果加入你们这一团，可以。我可以啊，我可以啊。欸、不要为难孩子，好不好？欸、我满15岁出道哎嘞。对啊。对啊，我15岁都出道了。哎，但你们真的好优秀哦！你们刚刚那个整个表演真的是非常的，我觉得很成熟了，很精湛。对，很精湛。而且呢，他们的这个 IG 粉丝已经超过10万了。哦哦，不得了啊！有机会代表台湾去外国盖签名，好不好？好，成为台湾之光。